不要走，你不要离开我乐乐。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老公，你回来了，今天怎么样？累不累呀？还行，今天不怎么累，但是我们老板今天找我谈话，说只要让我入驻20万的资金，就可以给我提升为经理，而且这个公司也会有我的股份。那可是咱们家现在没有那么多的钱呀。没事，媳妇儿，我想想办法。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你在追着我梦游。我可以说你今天在小区里是在跟谁搞爱？既然你都看到了，我就实话告诉你，那个男人比你有钱，也比你有实力，跟着你我连买个包都不敢说。哥，他妈的太让我寒心了。公司提干你连20万都拿不出来，对于你我是看不到希望了，咱们分手吧。好，去过你想要的生活吧，我他妈成全你。董事长，这是咱们公司上个月的业绩，你看一下。大宝，你的注入资金审批已经通过了。什么？注入资金审批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对啊，你有一个朋友来帮你交的这笔钱。好朋友？董事长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去吧。你走后，喂，你好。喂，大宝，我是乐乐闺蜜，咱俩出去见一面。好的。大宝，我不想瞒你了，我真不想看到乐乐在别人那受委屈。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其实那20万是乐乐给你注入的资金，他不让我告诉你。只要你跟我在一起，别说20万，就算是200万，老子也一样能给得起你。这不就对了。你好，董事长，我是大宝的女儿，他的朋友。我听说公司有一个20万的入股资金。嗯，对的。这张卡里有20万，这是他的入股资金。希望你不要让他提起我。如果他问的话，就说是他朋友。这是乐乐给你的。空间企图像这样老公，我想你了，我想现在就抱着你。其实这些都是我甘愿为你做的，你不要感到惭愧。只要是为了你，我可以付出一切。老公，你还好吗？我想咱们两个手牵着手，慢慢地走在马路上。我还想让你背着我，听着你说我是你的全世界。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不开心，因为他不知道在我生病的时候照顾我，他只知道虐待我。这个城市只留下了你的回忆，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前往离开的路上了。老公，我爱你。分手应该体面，谁都不要说抱歉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无论发生了什么，无论以后会发生什么，我要照顾你一辈子了吧。
我爱你。终于等到你。